快去请如来佛祖是什么梗？这个梗源自电视剧《西游记》，后经众多 UP 主对唐僧的特效像魔改逐渐大火。魔改后的唐僧不仅成了护徒狂魔。更懂得了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快过来呀！甚至拥有大唐科技，还变得有点小调皮。这么强大的唐僧想去天庭串个门，当然是家常便饭了。然后热情好客的玉皇大帝就喊出了这句名台词：快去请如来佛祖。当然如来对于这种小矛盾心里还是有点十三数的，他一般都会礼貌回应：不必管他。然后嘛，记得点个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